我是一个我心里想就怎么说的人，你再别在这装了。小飞对你什么样，你对我好一万倍，你心里清楚。这个绝对是要他命来的，这小的，这小的是最坏的，老的更坏啊，他们仨人绝对上辈子是冤家，摇钱树呀，我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，方小飞更忠厚老实，你们从结婚那天我就看出来了，你们在利用方小飞，榨干了你们一脚踢出来，我心里想就怎么说的人，你再别在这装了。小飞对你什么样，比对我好一万倍，你心里清楚。对大儿子什么样，同心窝都给了他。你们太损了，太坏了，你们知道有因果报应吗？懂吗？懂这个道理吗？你把你女儿快逼死了，你们天天在媒体上羞辱她，不给她留半点面子。我也开始想忍，现在我真不想忍了，我儿子身体都完蛋了，你知道吗？都被你们害的，别演戏了。别让我把这些事情都戳穿，对吧？如果你们再逼我，我就真的戳穿了。我不顾王小飞，他天天拦着我，他总是给大 S 留希望，门都没有了，不可能的，你们太狠了。